自己做的摇机王。黄焖猪蹄，还掺了个五花肉，哇，真的好香，这个声音啊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我那个特意发出来的声音啊，就是一口下去超级香，黄焖料包做的，不用盐，不用上色，色香味一包料全都有了啊。妈真香啊，可以收汁儿也可以带汤，你咋做都行。这个黄焖料一般人家里边做不出来这个口味是吧，黄焖口味它做出来颜色像咖喱的颜色啊，其实做麻辣香锅不辣的也好吃。喝汤是可以的啊，给你们挂车了六包。
妈，炖点猪皮，炖点胡萝卜，哎，炖点那个五花肉，炖点鸡块。超赞。猪蹄儿，哎妈，香。什么？哇，太香了！哎呀妈，香！妈，两天没吃饭了，饿死了。好吃。妈耶，真香啊 ！Hello， 老铁们，你们喜不喜欢看我吃肘子呀？我吃完这一次啊，我要打卡半个月，因为我要到140。太香了，就是烫。太烫了，等会儿啊，吹了一会儿啊，太烫。太过瘾了。太香了。
冒着热气儿啊。用黄焖酱料做到黄焖肉盖饭，色香味俱全，好好吃呀。做法非常简单，把肉炒香，放上水，再放上一包黄焖酱料，大火煮15分钟。之后再放入土豆、香菇、胡萝卜丁，营养更丰富。大火收汁，色香味俱全就出锅了。盐、生抽、鸡精等任何调料都不需要放哦，非常简单。最后有视频教程，省时又省力，人人把你夸。翻炒。加水。放配菜。揭盖儿。出锅。